那我手机也只有通讯录的人可以找到我，通讯录之外的人全部都被列为黑名单。那手机也只有通讯录可以，手机也只有通讯录里面的人可以找到我，通讯录之外的人都没有办法联络到我。手机也只有通讯录里面人可以找到我，通讯录之外的都已经列入黑名单。手机也只有通讯录人可以联络到我，通讯录以外的人都会列入黑名单，都会直接拒接。我手机也只有通讯录里面人可以联络到我，通讯录以外的人全部都会自动拒接。